直播求按赞，主持人人气大考验。啊，你有决定是谁要开直播吗？哎，请大家疯狂按赞，先疯狂按赞，我们要介绍很棒的东西给大家按赞按赞。按赞按赞，两个人，两个人，有两个人喽，太少人了吧？请下去。厉害啦，不得了啦！这是一家充满欢乐与惊喜的明星便利店。是的，我就是店长佛地魔。到底今天有哪些明星要来管理我们的明星便利店呢？一起来看看吧。哇，好新的便利店哦！哎，来来来来来，这位太太。今天的第一组顾客是由王仁甫和季琴饰演爱买东西的夫妻，带着两个儿子江庭胡和大贺来到明星便利店啦、啊。哎哎，来来来来来，我这店员长这么丑啊！店长，哦，店长你好你好你好。奇怪，我这一个肚皮生出来的两个儿子品质怎么差这么多？嗯、你看一个这么帅，一个这么衰。啊，妈妈妈妈，你不能这样子讲。再怎么样，大贺跟庭胡都是我们的孩子，他们两个只是差几秒钟出生而已。对啊，对不对？大贺有很差吗？大贺只是眼睛比较小一点，嗯、讲话呢比较像低能一点、嗯，长得也比较矮一点。嗯，他哪一点比庭胡差呢？哎，对啊，大家都说我像隔壁的吴彦祖叔叔。对啊，年轻的时候人家说我像金城武。哎，你们爸爸，我也要买东西。你要买什么？我要买烤肉酱。哇，没问题。有没有带钱？嗯，没有，自己买。哎，爸爸，爸爸，站在哪边啊？哪边？哎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！谢谢，谢谢。第二组顾客是由郑仲英饰演孙协志的妈妈，而王琴则是孙协志的相亲对象。谢谢，谢谢。你好，你好，妈，我跟你讲几遍了，我不是不喜欢相亲，但重点是你不要挑我上班中午放饭的时间来相亲嘛。哎，琴，不是，我不是说你不好哈，我只是觉得我妈很烦，她每次就是这样子啊。不是孩子啊，我告诉你，长大了就是要成家立业。你看这条件这么好，有什么不好？你总不能每天晚上要妈妈陪你睡觉，也不是办法嘛。孙先生，你不要这样啦，这是阿姨也是好意啊。而且这间便利店是新开的，感觉一定很好逛，你来逛逛啦。好，好，好，好了，那赶快买一买，我要回去上班了。有优惠抢购啊，快快快快快！哇，好开心哦，老公又出差，今天又不回家了。第三组则是由何宇文饰演贵妇，带着张立东和大根饰演的外遇对象一起来逛便利店哦。我们赶快来开场。你老公好常出差哦，欢迎欢迎，他很常，我也常找你们啊。哇，哎，而且今天好热，你知道现在几度吗？几度啊？爱你没法度了。嘴巴生甜了。我们选中午偷情最对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早晚会被抓到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们先买点东西吃。OK OK OK OK, okay.。对，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那个三组客人好像各自有各自的纠葛，好、哦，这个也不便多聊。总之呢，今天贵客临门，不得了了，刚好碰到本店呢在进行一个特惠的活动。哎呦，今天好礼。送不完，那只要呢能够通过我们的游戏呢，就可以得到。便利店广播，现在在我们的生鲜区有海鲜限量抢购会，欢迎各位顾客前往参加。明星便利店永远为您的满意而努力。好，哎、欸，那去看看，走走走走，来，走走走走，海鲜限量，先抢先赢。好的，第一项好礼是什么呢？好礼现身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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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真的不适合，你叫咕噜吗？哦、oh, ，OK， 好，咕噜你好。哎、欸，这店长还蛮搞笑的。对啊，店长。
长现在哎、欸、开店不搞笑，怎么有生意？这店长不错，店长只是长得丑一点，但是很搞笑。还好有店长为了今天来开这家店，还去做一波拉，已经有拉过了，还这个样子啊，额头抬不起来。哦，是，重点是还拿不出来耶。对，好啦，这个大家一定想要。对啊，这个哈、哦、非常的简单。想要得到大虾，就要先会抓虾。各队依照店长给出的指定重量，一人抓一把活虾，三个人抓出来的活虾总重量最接近指定重量而不超过的队伍获胜。这虾活蹦乱跳，要抓起来可不简单哦。那个礼物啊，真的太适合我提我宝贝了。我们家先来先来，我们先排队的，我们家先来啊。你先到，那个你们这一组规定是要抓满这个1200公克啦。对，就是能够 just make 最好啊，如果不行的话越接近。可是为了给你们一个指标，不要说哎、欸、这个完全的无迹可寻，我先哦。称这一只给你们看，哎呦，看约略一只等于多少，好不好？哇，这么大只啊！这一只虾，它几公克呢？一只虾59公克。它59，妈妈，这个很危险，我们让大贺先来，好不好？大贺，来，我先来吗？为了我们家，你一定要 just make。好，我们一个人大概要抓差不多3到4只。你下去一次上来最少要3到4。哎、欸，爸爸，这种困难就交给你了。是11。啊，有高、啊，大小心！哇、啊！太屌了！好，放过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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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边几只？哎呀，阿弥陀佛的，5只吧。我、哦、太……哎、欸，我一把抓5只，哎，4只。天虎宝贝，小心！你温柔一点。啊！我们接听台，等一下，你确定不要超过1公斤哦？让爸爸妈妈有事情可以做，行不行啊？7只吗？凡是抓出来的都要放进去。爸爸，我要抓几只？2只，7只了。而且里面其实大小落差很大、哦。现在7只喽，7只。我觉得因为有一只很大只，我觉得我们抓大概差不多在3只。超过了啦。3只，那我抓1只，你抓2只啊？嗯，好，好，好。为了我的听虎宝贝。但我听。因为别的原因，它很有活力。我听的其实不是很舒服。录影前哦，就1只吗？1只，就1只吗？好，我2只，一只，一只。哦，这只好有力，这只好有力。其实你们已经超过了耶。没啊，照规定哦，只能一把，2只就紧绷了。一只，2只。我觉得1只就够了。最后一把啦，换爸爸啦。1只会不会太少了？哦，还有咬你吗？他会。会夹起来耶，他只在自拍而已。哦，他们其实哦，不行啊，我觉得已经超过了，我觉得3只，一把抓了，一把抓，刚刚有丑的迹象。哎，别忘记哦，他身上有水。对，一定更重。3只，我觉得3只，一把，好，一把，最后个机会来，1把，3只，1把，一把定生死。啊，真的吗？我觉得会超过哎、欸，好，就这样，觉得会超过的，我觉得这样 OK。我听虎宝贝说3只就3只，超高，好了，我就会超过了，我觉得差不多。啊，我们的目标是1200公克，要最接近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公布你的成绩。好，我跟你讲，你真的是太神奇了，很接近，真的吗？不相信这件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，你们抓到的是699公克。699，才这样，你看，这样他们就有本了。这样才690，这样才690，那全部放完的话，全部放完1200克不够，差不多。哎，那放完了，对不对？放完了，哎，你妈来来来来来来，我跟你讲，我一直觉得刚才上一个那个家族哦，有点太矫情。对，而且很奇怪，那家庭关系感觉好像不和谐，很乱嘛。我们家感情很好，没关系，所以我们一定有把握。而且妈妈常去市场买菜，哎，对啊，交给妈妈就没有问题了。阿姨，我先来了，我是台湾好媳妇，真的吗？你看我的表现吗？真的，我有平常有在上市场，我看不出来。我今天就是要表现给你们看。那我们也是1200克，我们在规定的功课数，我想一下，这样子好了。啊，就一个好彩头，850公克。好，那你先抓，我先来，来媳妇，先媳妇，一把抓，一把抓，那我抓多一点，只有一次机会，12只哦，有12只，他会咬你的，没关系，哎呀，好，你帮我抓，我台湾好媳妇，我台湾好媳妇，哎呦，哇，你是天笑哦，我这。
要怎么断手断脚？妈，我这个相亲对象有点 man 呢、欸。比我很好哎、欸，不错不错不错，骂，我们阿姨我们过关，好好，五只是不是？对，哎，娶这个当老婆，这个不错，对啊，阿姨我正在相亲呐。如果以后你走不动，他还可以抱中你。把我推着，一手来，一手，那就叫一把抓。还有五只哦，五只哦，十二只，我们的目标是十二只。哎呦，哇，胯下。这两只对不对？对，两只啦，两只。刚刚两只，三只吗？三只都可以。活跳跳啦！没有，我觉得四只都可以。你家媳妇比你还大胆呢。已经结束了。所以我一直找不到老婆啊！我最喜欢这一种。他们现在好像只是在玩好。来一哇，一个手指头夹一只，三只，就这样了。我们是很阿萨利的一家人。我跟你讲，差一点点而已，你觉得会差多少？我觉得差个三十。你觉得会差多少？二十。我们的目标是850克。对。这一组客人呢，他们抓到的虾是。916，老掉，我们有机会，我们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，儿子，爆掉，我们离我们的原本的那个设定的还是要近，没有爆掉，没有爆掉就没了。你这个妈妈怎么那么欢呢？奖励我这里是夜市哦，人家店家规定，人家店家就是规定爆了就没有，规定就爆掉就什么都没有。我爸上次讲爆掉可以打七折嘛，好不好？没有七折，太难看，这个婆婆很精打细算，来。哎，你们好酷哦，这位小姐手套跟你的衣服是同一套的。哇，好厉害哦！这衣服搭配我的个性，爱开黄腔。黄腔这样，那我们要几公克？哎，我们几公克，店长？我想一下哦，哎，这样子好了，哎，吉祥数，吉祥数，1000公克。你要想的，1000啊，刚那个幸运数800，十全十美，再乘以100。等于100个十全十美，那你们两个，你先啊，不行，先宝贝，你先，因为我们要补你的。我的手很少抓虾了，你看看我的手。这个宝贝，你现在不是普通的手，是什么手？这个算是长相思手。哦哦，不认识啊！不是在找怪癖吗？不是我怕。你要抓几只吗？我要抓几只？我他们你尽量，你另外一只手不要抓错地方。你不要往下放，人家会误会。一直往下这样，手抓虾都是手抓，抓不是的。你平常一手最少抓两只嘛，对不对？不要紧张。怎么了？你干嘛？你没有抓过会动的，是不是？你好浮夸哦，这组客人。他不动，抓过会动的。我怕怕了，他没有抓过刺，哎，你们手这样牵，我会有点吃醋哎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来，我牵你这样啊，不要，你塞成那样受不了。一只，你抓一只，我看不见一只呗。你是装一只好了呀。不是，好了，一只就一只，没关系，就不拿，那一个人一次机会而已啦。哎，1000克哎，你们第一次抓一只是来乱的，是不是？下一位 ，OK 好，来，我们要抓够多了，这个可能要古野永和哎，这样子，哎，行，群，把他们都赶过来，有没有？然后下次往后退嘛，然后拔，就这样，哇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你好猛哦，就这样，没有很多，没有很多是，有，好猛，好，危险，哦，危险。我觉得不用多，因为他们差500多。对，我们不要爆。我们1000，我们拿个600-700斤啊。这边六只，对，六只大概360。我再抓个4只差不多。你应该听那个过来人的经验啊。我觉得你抓啊，基本上呢一只就好。我也这么觉得。因为你抓太多容易爆。对啊，你只要不要比我们差太多。对啊，对啊，抓一只就好了。我觉得抓一只，抓一只就可以，一只就可以。如果抓爆了的话，他们就赢了。你觉得我会跟？啊啊啊！他在咬我，他没有抓你。你可以温柔点吗？你这是在，你在收集什么？别捞鱼啊！你在集点收集啊！你在便利商店集点。来了来了。啊！知道了啦啦！五十一了，五十二了。啊！看看哦，差不多。我觉得 ，OMG！他们只要500以上就赢了。对啊，你看看他们表情，你觉得有没有赢？我从他们的表情看得出来，我大概
差不多在六支是一千，那我们现在大概只差一两支，三百左右，三百多公克。对，我们再差一些。哎呀，好，哎呦，贵妇组抓到的目标功课数要一千啊，他们抓到的是686。贵妇组获胜啦，没关系啦，因为他们那一组感觉起来比较需要虾。对，我看到两个男的越来越瘦了，真的是便利商店，好了，啊，先颁奖，先颁奖了，来来来来，董事长，我们先一人代表，啊，一人都可以获得我们一盘越南深海传动虾。好想要哦，阿布阿布。又来了！便利店广播，便利店广播。选购完越南大虾之后，现在在我们的日用品区有新品特卖会，欢迎各位顾客参观选购。明星便利店祝您购物愉快。好，那我要日用品。看到这个桌上知道不得了，这个是来自日本的这个铸铁锅，铸铁锅最大特色就是它加温会很快，而且炖汤保热很平均，还有一点呢，它不会那个粘锅，对，清洗也很方便。更 miracle 的是什么？ miracle 一般那个锅子最 miracle 听不懂的，哎，这个 miracle 最大的 miracle 是说加热的时候我们对方会有化学物质，对，啊，它这个不会产生化学物质，没有铁粉的那种，对对对，所以好炒又好洗，它造型又好看，哇，这个很漂亮，又好到会竖起你的大拇指。没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如果好洗的话，这我们家一定要买，这样子大贺回家没那么辛苦。对，好吧，我要。对，这个哦，我们也要，我们家佣人也需要，我们家佣人。对，店长先生，请问一下，我们要怎么样拿到这个东西？这个游戏非常简单。静静搬锅大赛规则，三队轮流派出队员，从压克力箱中取出随意排列的铁锅，直到拿出最底下的锅铲，过程中不发出声音即为过关。这一关可是相当考验大家的双手灵敏度。嘘，别出声，让我们看看谁会获胜。来啊，准备啦！别急啦，计时啦！你们挂叉子哦。Ready，、欸、不要 ，Ready， 不是这个不行 ，Go， 这个不行，计时一分钟。这个，这有两个叉子，这个有两个叉子，哪两个？这里面它有，这里有一个叉子啊。一次只能拿一样，快点，下一个叉子没了，你就拿叉子而已。这几秒过了。我觉得先拿叉子。拿叉子干嘛？一分钟好。我再拿着盖子，对，这就会有声音了。太慢，太慢。接下来则由第一组贵妇队为第二组王仁甫队重新排列锅具，到底贵妇何宇文能不能考倒王仁甫呢？妈妈要跟你讲哦，平常叫你读书就是这样，因为啊，我们人长得丑没关系，但是千万不要像刚刚那个阿姨一样，花了30秒不用脑子拿了一个叉。对，对对对，做人可以傻，但不能笨。再尽量不要攻击别的客人。哦，这样子。我们家最好的基因就是聪明。好了，准备啦，计时一分钟 ，Ready Go。好，下一个。好厉害啊！不错哦。好，走。啊！对对对对对！哎！快点快点！耶！耶！耶！锅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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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我就说你们这一组有问题，他们刚刚只要照着你们反着放进去的顺序拿走就一定 OK。对啊，其实你们聪明的都是客人。打扰打扰，我们限时一分钟，结果这一组呢只花了26秒。26秒就过了，过了 ，yes yes yes。第二组王仁甫队成功之后，居然用尽心机摆出了一个难度极高的铁锅阵。接下来登场的孙协志母子能克服他吗？店长，请问如果我如果一手可以拿两个，这样算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嘛，对不对？这样才不会有倒的问题嘛。反正店长，店长，刚一开始不是说一只手一次只能拿一样东西？对啊，因为你们给他搞太难了。会有黄小姐，而且你们四个人，我们只有三个人呢。我们规则是浮动的啦，现在是随时看状况。还有浮动的啦，你们也太夸张了。我们前面1200克，变你们后面800，上次说成两个。冷静，接下来是后。你干脆说接下来不用声音也没关系，有声音也没关系。这家店刚开张，一切都在踹，好不好？店长 ，OK。现在踹啊！好了，计时一分钟 ，Ready Go！ 只能拿一个，只能拿一个。不是可以 ？OK OK。用卡的，投一嘞！你们这……没有。啊！好，我们都听到了，我们都听到了。我们的肉耳有听到声音哦。丑三就失败了。没有很难不发出声音啊，其实刚才那样的，对，因为前面走一走都是摩擦声，那个就对啊，真的。但第三次是因为那整个那个框插柔板刀，哎，店长，你们这些店好没有原则，还可以让客人来摆关卡，对啊，店长不会自己摆啊，看不出来。那店长好日子过，店长已经做大事，还在踹，那我们这样就失败了吗？失败啦，最优胜的是奥宝一家人。来，我们可以来领奖了！来，谢谢！哎呀，铸铁锅，哎呀，太棒了！哎呀，原木的耶！哎呦，当满一起送！哎呀，谢！哎呀，太好了！便利店广播，便利店广播，有没有闻到香喷喷的味道啊？真的有！明星便利店生鲜区现正举办中秋烤肉试吃会，请大家抓紧脚步前往试吃。哎，是，好，正好有那个香喷喷的烤肉，对，我们赶快去好不好？欢迎来到美食试吃会。卡西师傅，哎，不得了了，这个烤肉有没有味道特别，好香啊！呀，现场烤，哎，对呀，好棒哦，真的就像烤了，真的，就是这样，在冒烟，就可以吃了。这么厉害的烤肉，我跟你讲，要吃没那么容易，还是要玩游戏。但是我们要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么厉害的烤肉是来自于这个烤炉，而这烤炉有多厉害呢？请看那里，各位，不得了啦，哎。西带式铸铁烤炉，老婆，我一直在网络上看的就是这一台。梦幻一炉，哦，安妮娜，哇，哎，老婆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是我们家哦，这个在露营界来说啊，它是梦幻一品。对，怎么个梦幻法？我跟你讲哦，你看哦，它一般来说啊，如果你要出去的时候啊，你要我们要烤肉，那种美式烤肉炉不是都很大台吗？对，这个我跟你讲，你如果今天有朋友来家里，或是你出去玩的时候要烤肉，你只需要等，然后再来收纳式，再来这个两边，哎，对，收好了，超方便的，你们想烤肉吗？而且这个放在车子后面行李箱，对，这个一般车载得下去，哇，而且这一组不便宜耶，对，如果你要摆地摊，你要躲警察，这也很方便。10900块，我们家如果赢了的话，我们就4万多，哇，省下来是好爱钱呢，妈，这个我都超想要的，对。
这个我们进去应该很好。它有厉害的地方，就是一般我们用瓦斯罐，它当然可以。可是瓦斯罐，哎，两米，哎，就没火了。对，那怎么办？它也可以支援什么瓦斯桶？瓦斯桶也可以，瓦斯桶还接管子。哎呀，它是可以接的。多功能。然后呢，因为它这个铸铁的关系，就是受热很均匀。嗯。根据厂商告诉我们，那个牛排这么厚，它都有办法烤。烤的熟。牛排也好，清洗这个大问题，对不对？牛排清洗就这样。哦，拿下来洗洗就好了，真的。哎，这位先生，你是不是厂商派？我觉得你好会介绍，因为我很想要。你好适合来这家便利店上班呢，因为它好贵，我一直没办法下手。对，所以我们今天要加油，拼的，帮爸爸拼，好不好？你买，你们都不会手软，你买大货。我们家赢，然后我们就可以一家人去交易。对啊，多好。而且中秋节要到了，此物必抢。各位，对不对？打一架啦！一定要抢，一定要加。今天好算是大方送，如果过关的那一组优胜那一组呢，不是一个家庭一组哦，一人就一组，哇，一人就抬回去，哇，我们一定要对，哎，一人一组，我们一家人一个人一组，对，一样，那不然如果你外面阿公阿妈在等的，一样都叫他提，没有，所以你们要多生一点啊，我们就多生了，我们家人没有，我们就还没有结婚啊。我们连谈恋爱都还没开始，肚子里面有两位，我们不打扰你，你赶快去后面生一个。现在生不出来了，来得及，肚子里面的也算，也算。美食服不服游戏规则，每队轮流派出棒次，第一棒用转盘转出要吃几串烤肉，第二棒则选择箱子里不同数量的酱料，第三棒则要将酱料和烤肉串全部吃完。看来美味的烤肉加上了过量的酱料，可就没那么容易完成喽。好，来，那妈妈负责。好，妈妈应该是五串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一就好，一就好，一就好，五六六，一，一，五五六六，一，一，五六，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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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西子布来，请上三串烤肉。来来，第二组来转，第二组来转。好想吃啊！来，好来，请转盘，来幸运盘仔。一五六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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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这边赢的几率就越高。哎，可以去第三组了，因为我负责这里。好，来第三组，请就。还好，妈妈来派去酱料。好，那你去酱料去，你厉害啦，这位阿尚，请转盘。越烧越好。不是一串跟五串这怎么比呀？酱料，酱料啊！好了，刚从那个你们是最后的先选，最后先选，最后先选，怎么办？一串的先选，最后的先选啊！不要啦，五串先选嘛！好，来五串先选，五串先选。我这规则是浮动的，再跟大家强调一次。没关系，长官，长官，长官，那我们先选喽。我觉得。这个应该 OK， 可以可以。你刚是有先晃过，对，感觉不错。准备啦，三、二、一。可以 ，OK。哎呦，芥末两条，还不错啦。是两条都吗？算你，哎，可以 ，OK。你 OK 啊？哎，你们这间店怎么那么恐怖啊？哇塞！不会啦，吃饭的好感慢的，两条蒜你要挤完呢，两条蒜你很 OK 啦，这里面有十条的嘞，十条的，看运气啊，对呀。选哦，来，我的第二棒是谁？平湖，平湖宝贝，感应一下，感应一下，一号好了啦，平湖宝贝，二号，二号，我也想选二号，哎呦，哎，你好啊，选哦，确定二号，确定二号啊。不改了哈，不改，来，预备，三、二、一。一。放在水里。
被落赛了，妈！这不可能啊！哎，你们这，哎，你们真的要小心，这会洗肾哦。这个边上应该要附属医院。你现在要看一下你右手边那个炉子，为了他，为了我们家，所以你要把这个狠狠的赶快吞下去。店长有特别上网查过了，算你一次再多都不会怎样。好，谢谢店长，可以杀菌消炎。啊，是是是，胃会不舒服啦，我怕连自己连自己都杀死。那这样他们一条的先。哎、欸，那轮到我们了，轮到我们了。哎、啊，来，有一条吗？来，这位女朋友。我觉得既然抽到一的话，那我们就选一号就好。确定要一号？没有、哎。我觉得可以。真的吗？是那二十条好吗？我觉得是哎、欸。最多的已经出来了吗？所以我选二十条的吗？好，就一啊。准备啦！三、二、一，开箱。啊！哇，以几率来说，你比较惨呢。一条，请问一下店长，你觉得一条烤肉串可以挤进这么多东西？要先吃完啊。哎，这是合理的吗？这是合理的吗？干吃，干吃吧。如果不能撒满，就只好这样干吃。对，当太棒，那会死掉啦。我没有吃过耶。你真的很算你一样，都算你。可以吃吗？还好。OK， 来来来，拿去。杀菌，杀菌。天哪，我已经觉得胃开始在痛了。没有错，先生，那个老婆真的不能娶啊。啊，对呀、啊，怎么这样害自己的老公？未来的老公，这还是不好啊。没错，可怜的孙协志虽然只抽到一只烤肉串，但要加上六条蒜泥酱。而贵妇何小姐及大贺烤肉串数量和酱料差不多，看来这场比赛风云诡谲，难以预料啊。好啦，准备啦，比快哦，预备。Ready？ 加的啦，加油，儿子 ，Go！ 儿子，快点，儿子，快点，儿子，快点，快点，大贺，你好猛哦，好恶哦，快点，好恶哦，谁帮你？他在哭哎，怎么了？哎，我觉得我们好像会赢哎，那你快加油，加油再说，酱要吃完哦，最重要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王子哦。我觉得你儿子到第四根就会吐了。我们只有三根而已。如果有地狱的话，这个剩三根，剩三根，还有酱哎。但是剩下这些，这个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呐、啊，不可能吞得下去啊！大贺，你快变白贺了，你快变假贺，假贺，假贺。儿子，可我帮你拿走，儿子快点。左边，还是你要喝的，怎么要喝的？你们家可以赢得三套烤炉哎。大贺，赢得三套烤炉哎。大贺，我们四套。儿子，我们是四套儿子。你还会赢得一个医生的。四套儿子。儿子，对，放到我自己对，可不要，可不要。好，不要。哎，王小姐，王小姐，惊喜之最。哎、欸，我不是不想拿，我是真的没有办法。大后搞笑了啦！大后搞笑了啦！好恶心啊！王小姐好拼，快点！哦哦，卖完了，王小姐，哇，太感人了，太爱你了，我的表臭哦，但是我还是爱你。来喝水，王小姐，我们儿子很拼，儿子真的很拼，我王小姐。吞不下了，是不是？它不是辣，是咸。好咸哦！店长，你那家店很有可能进得来上吃不去。哎，没错啊，这家店就是这样啊。好可怕哦！所以这个东西，我就让你们贵妇拿走了耶。一组先代表啦，一人一组。耶！老婆，太棒了！太牛了！哎呀，又来了！便利店广播，便利店广播，明星便利店是各位方便的好邻居。你们上网订购的商品都已经寄到明星便利店喽。现在请到王美区领取你们的包裹。来领取我们的商品，来。接下来在王美区举办开箱直播会，每组顾客拿到商品后进行两分钟直播，获得较多网友按赞的队伍获胜。这一关考验的可是三组的人气啊，按赞最多的就能把其他两组的礼物一起带回家哦。店长，我们的报很不合理耶，为什么？
物品是我们订购的，我们买的。那、啊、如果人家赢了，还可以把我们的物品拿走。对呀、啊。这位粉红先生，社会本来就不公平。而且便利商店抢铁是很正常。哎、欸，妈，你怎么攻这个新的便利商店很好？对、啊，大家这个店长怪怪的。对，就是。好，我们来宣布。好，来，我们请这个白衣服的王先生来领取你的包裹。爸爸订的东西都是实用的。大件货来。那、啊、你有决定是谁要开直播吗？爸爸的啦，爸爸亲戚朋友，因为爸爸朋友多、嗯，爸爸在社会上历练多了。对、哦、对，爸爸的朋友大概多少？40万。爸爸的朋友大概40几万。哦、爸爸，你交友广阔。交友广阔，交友。爸爸从商嘛，你转账的金额就可以有40几万。哎、欸，我搞了快3年，才70几万。哇！哇、啊，这个店长，这个店长更多人哎、欸。预备，2分钟，开始。Hello， 哎、欸，现在只即将开始而已，还没开始。好、oh, ，开始，开始，还有2分钟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现在来介绍这个健腹器，然后来一下。这是我的听呼宝贝。哎，请大家疯狂按赞，先疯狂按赞。我们要介绍很棒的东西给大家，按赞按赞。还有一个儿子，还有一个儿子。哎，也介绍，也介绍。大家长得像刚生来哦。哎，对啊，这就切小青的旅馆了、啊，你们有没有去看啊？有啊，快点，有看的都按赞，按赞，没看的也要按赞，按赞按赞。要介绍什么东西？赶快来。我们要介绍这个健腹器，这个是大人、小孩、妈妈、姐姐都可以用的。哦、对，它其实最讲究就是它可以轻松。有轻松，你确定？哇，你有没有看到我们的妈妈？是个线条，没有？这个线条。哦。好看，好看。这个叫什么？紧张哦，是吧？你们这个商店，我们还要请我的亲朋好友按赞呢。要。我现在要看别人了。对，看别人。好，不然这样，我们东西直接给他们好了。好，要被羞辱了。黄小姐，你的包裹。哦，黄小姐，这里啊。哇，来了贵妇，她一定是买了一些我们平常用得到的。我想要用你们两个来吸引我的贵妇朋友、欸。你可能人数不会高、哦，你三思哦，你会吸到一些不好的。对，等下即将开始直播不算对不对？要开始对不对？你要按下去才开始啊。那开始，开始了，来2分钟计时开始。这是同一个见面会现场。哎，不要帮他们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在介绍这个很好用的。按赞破500。等一下可以吗？旁边有人，没有人，没有人。按赞500。没有人。两个人，有两个人喽、哦，太少人了吧？你给他老公分享。按赞破500，同一页就会出现。两个人开。哎呀，按赞十几个，按这是什么？这个开200个账号。红亮燕爱用，红亮燕爱用，爱用。眼皮，等一下按赞破500，小慧亲自用给你看。眼皮舒压器有没有？哦，很舒服。那我们要解释，我们在比按赞数，大家一定要赶快帮我按赞，把你的亲戚朋友都叫来按赞，因为我们待会。嘉义彭于晏，彭于晏等下会来到现场来了。这是彭于晏用的唇膜，破500，彭于晏会。这个很冰的，很好用。对，哎，用彭于晏的唇去打造的唇膜。对对。今天有很多很中毒。哎，掉了啦！没有，要不1分钟啊，1分钟啊，才70几个人，有人怎么越来越少？掉了。
真的会。大家现在我们今天一定要靠按赞数，我们在比赛哦。你看，连这个用彭于晏，他可以真的变彭于晏，搞来来来，彭佳佳，哎，彭于晏用那个用那个，有了有了，可以用那个，有了有了，哦，有像。彭于晏会按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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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是要彭佳佳哎，彭佳佳很可爱。不得了了！我自己帮我挤按一下，我自己。他会跳，他会跳，他会继续跳。你要不要？你不要那么开心啊！我自己呀！哎，不要被他拿走，不要被他拿走。好，给大家看一下，人数是58人。哎、欸，好惨哦、喔！好惨哦、喔！不敌不告，我才58人。我有帮你截图记录下来了。好了，为了让你那个开心一点，我自己帮你按个赞，变59个。哎、欸，好逼人哦、喔！你们这间便利店、欸，这个好逼人哦、喔！相亲者，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你们啊，以后订东西不要订到这家，不要订到这间。对啊，我去到便利店拿东西还这么硬，我们花了一笔钱，还有可能会被人家抢走。对对啊，来下一组。粉红先生，是这么长、啊，哦，一根等等。预备 ，Action！ 嗨，各位粉丝朋友，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明星便利店里面，很需要你们的赞。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个商品呢，就是荒谬雨伞。等一下就会跳出来的荒谬雨伞啊！为什么它这么荒谬？它的造型不止荒谬，其实造型荒谬并不代表什么，要真正的实用才是有用的。像这个雨伞的造型呢，它就是要你直接背在后方。没错。哇！背上来之后呢，就会呈现一个背书包的状态，然后呢，再把袋子紧紧的。哇！宁采臣，好没有小气。这个雨伞有什么好处呢？当你有这个雨伞的时候，你就有两只手空下来，非常的有用。你呢，在这个时期，你要耕田务农，你就可以直接这样弄，不怕雨淋。这个时候呢，如果要带女朋友逛街，也可以不用多一只手牵着雨伞，非常的方便。这个时候，如果你想要在家里面寒窗苦读的话，基本上呢，也不用碰到。哎，家里面干嘛要用伞？家里面好像不用伞，对不对？反正总而言之，它是一只荒谬的雨伞，出大绝，非常实用的雨伞。大绝是什么呢？请他请他这一只伞可以挤3个人来。好，接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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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请镜头，请镜头，请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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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请下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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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还有一个，重点是按赞，快快快，先下去嘛，赶快按赞，赶快按赞，越多赞越好。好惨！一直在一家人，越赞越好，塞有进去，没有问题，对，一家人都塞进去了。好，谢谢。看多少人？好期待，好期待，快快快快快！哦，来来，我们好像刷一下，好紧张哦。刚有刷过，有，我在滑，我在滑，慢慢滑，哎，慢慢滑。哦，491。来来来，还有雨伞，你的按摩器拿回去。对对对，按摩器我搓过。继续用没关系啊，好，好，哎，有有有有有，哎呦，来来来，要准备。便利店广播，便利店广播，拿到好礼的各位顾客，是不是很想立刻回家试用呢？哎，先立即。现在我们还有好礼加码送的活动，各位立即前往香鲜区，用你的小奖换大奖哦。好厉害哦，有彩蛋，换掉，还可以用小奖换大奖。好，大家恭喜我们今天都跟这一次黄小姐。我们要兑换的大奖，我相信呢很多年轻朋友都很喜欢。这是什么 ？Switch 游戏神物，妈妈我要。真的，所以规则很简单。现在你们刚刚在那个关卡当中赢到的两样奖品，所以呢，你们必须选择一样商品呢来当做筹码。好了。当然是怎么可能？瞎子，瞎子，瞎子，哎，真的要慎选哦，价差差很多，差很多。你不要赔了 Switch 又折瞎，我跟你讲。那要不然就正中间。我觉得是正中间。我也觉得一般制作单位会放那么显著的位置啊。我刚才制作单位就是这样，他觉得我们会去戳一些别的地方，但实际啊，但是这个是我们。然后店长就会说，店长就会说，哎，大奖就在中间，然后戳出来。经过你这一模仿，我要检讨我自己，原来我平常这么惹人厌。我们就戳中间嘛，来，你觉得可以？我戳了，哎，等一下，
搓要仪式感，看一下，一二三，我搓，龙头你啦，要一个仪式，来哦，我搓龙头一样，什么？宝贝，奥利，宝贝，奥利，有没有怎么样？好烂哦，你预手还好吗？好烂哦。是不是什么意思、啊？宝贝，吃萝卜了，宝贝。宝贝，忘了告诉你，什么都能抽，中间不能抽，因为中间是木板。真的假的？是木板。没有，所以这间便利店是这样，他这个九格的逻辑是，要么你就吃萝卜干，要么就拿走蛋。宝贝，这里不要说这是铁板，没有可以说了啊，可以说了，用拳头都可以的，你用拳头啦。哦哦，来，好期待，好期待。过了，已经不能换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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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拿出来，拿出来，你们脸干嘛那么臭啊？拿出来，拿出来。什么？绿豆糕，桂花糕。Switch 在哪里？这个有吗？我要第二想抽的。啊，我第二想抽就是抽爆你。自己打自己，自己打自己，打的没有。什么？啊啊！真的假的？怎么可能？我们是临界会顾。最火掌上。啊！就在你那。太香了。就说要猪爆你，然后你们在那边都中间。便利店广播，便利店广播，今日明星便利店的营业时间即将结束，感谢各位支持，也希望你们再次光临明星便利店，天天陪伴你。好了，希望大家下次早点来啦。好，谢谢店长啊，谢谢。哦，这家店好恐怖啊，好奇怪哦，这家店好恐怖。